Hello，Hello。咧做做嘢嗰陣時咧，會唔會咧都曾經會試咧買呢啲名車咧，作為一個嘅工作奮鬥嘅目標咁樣？可能我人野心比較大啦，我覺得買部車啫，又唔使作為工作奮鬥的目標。基本上你好好地工作就應該係可以。即係得到你想要的嘢，我覺得當然，即係我所謂好好地工作，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搏命的去做你喜歡做的嘢啦。好多男人都當車是老婆喎，你自己係咪都係咁嘅？我未至於，事實上眾所周知，我曾經有部車被人偷咗，我是用六秒就忘記咗佢嘅。我都覺得自己好犀利，一落去，冇咗部車，應該是被人偷咗。算啦，即係就係咁樣啦。唔係因為有錢嘅，其實冇乜錢啊嚇，但係覺得偷咗咁都冇辦法㗎，即係發生咗，即係人生嘅無常就係咁㗎啦。嗰次我覺得自己最超脱啦。咁但係我覺得車係夾翻個人嘅氣質係好緊要嘅，係即係唔好講話要好似老婆咁襯啦，係氣質夾係好緊要。因為我試過入去一個名車公司，係我睇暈曬，我問個 sales， 我應該買邊部？佢話。不啱你呢度啲車，唔好買。即係我覺得冇得頂你嘅 sales 係。咁你有冇買咗？即係已經擁有咗你心目中嗰個嘅 dream car 咁樣？冇啊！我而家咧暫時係未有嘅，係暫時未有，暫時都係代步啊咁樣樣啦，係咯。唔見一步唔緊要，因為你即係氣又咁受歡迎，棟篤笑咁受歡迎，賺翻曬啦，係咪？唔係咁講真，同埋我成日搭公共交通工具嘅，即係你我唔會因為冇咗部車我出唔到街嘅，係。你自己買車會唔會咧都係選擇啲啦？可能即係嗰個私隱度會高少少嘅，定還是點樣嘅咧？點樣可以有一部私隱即係隱形戰車咁啊？嘛，即係遮得多啲啊！嗰架車唔會話可能唔會係開篷啊。哦，咁啊係咁，我即係要承認啦，即係我都其實我頗喜歡開篷車嘅，但係我諗如果我揸住部開篷車。過海底隧道，真係要好搏出鏡先會咁做咯，係。頭先講到棟篤笑啦，因為個名咧就令到人哋好擔心係最後一場，即係最後一次嘅。係，真係各位唔使擔心，係真嘅。我係應該為呢樣嘢正式開一個記者招待會，呢個叫做金盆朗口嘅意思，係同金盆洗手一樣嘅。今次係小弟鄙人最後一次嘅棟篤笑。我好遺憾開唔到記者招待會，因為我係我唔知道，我都唔知同大家點解釋呢樣嘢，因為太多太多太多嘅原因。我每日瞓覺都諗到個原因嘅，就算而家我都啊咁啊，因為咁我啊應該係唔好再做都啱嘅咁樣。一譬如好，尋晚又諗，咁真係好難噶嘛，咁樣繼續落去真係好攞自己命，因為短幾年命咁樣做，但係其實。冇一個原因係所有原因咯，咁所以我諗都係留翻喺紅館見大家嘅時候，同大家慢慢傾下呢個原因。有冇話因為咁樣啦，所以可能即係會再加長，因為仲有好多人係買唔到飛嘅。好多人未買到飛，點解咧？因為都未買飛。大家，我呢一剎那講呢樣嘢，都未開始買飛。O K， 係內部係好少飛啫，我哋真係。咁如果反應好，我哋係會加長嘅。同埋係今次我係做好多好多場，我係搏佢唔爆嘅，所以大家係唔需要太緊張，我覺得嚇，因為係但我都順帶講一句啦，如果你係從來冇睇過棟篤笑，即係其實你對棟篤笑唔係好感興趣，我覺得唔需要，因為呢次係我最後一次入場睇，其實冇乜特別嘅，同以前啲，你不如睇翻我以前嗰啲嚇，有好多可以你睇嘅，你唔需要入場睇但係如果你真係不嬲都幾對小弟都欣賞嘅説話咧，咁我都希望今次見到你，大家相聚嚇咁樣。但係而家度幾穩定感，會唔會都已經諗到頭都爆曬咁樣？係啊，係一樣諗得好，係一個好 intense、好熾烈嘅腦震盪嚟㗎，不停嘅同自己係啊。有傳媒發現你即係當年嘅棟篤笑裏面有神預測啊，預測到啲靈位又俾人炒啊，咁樣都係今日都中咗喎。我想都不是因為我厲害，是因為個社會的發展是真的是有跡可尋的，是啊。但你開始有穩定感，會唔會都可以考慮一下咧？可能加下啲身邊時事嘅話題啊，譬如話，即係最近政府話派4000元啊咁樣啦。我其實好多人誤會咗棟篤笑咧，就係講，即係每一次都有人同我講，哇，子華你又好啦，棟篤笑今年咁多嘢發生咁。
但其實我很多時候想做大家不知道的，就是我想做不是當年或者當日甚至當個月的事，我是想做一個年代的事，即是所謂 era， 一樣這樣的事，一個譬如究竟現在香港精神是什麼呢，譬如我是會想感興趣一點，一整代幾十年甚至一百幾十年，即我 我是想做到這些事，即如果是講香港的說話，而這個 show 主要是講香港，所以我是不會巡迴，因為每一次巡迴都有人問我子華來到澳洲會不會講下大白鯊，我這次真的不會講任何香港以外的事，所以是不會巡迴，希望大家原諒。但是我們都因為其實我可以賺到很多錢的，講真巡迴，但我真的不會講外面的事嘛，如果我只是講香港的你可能會不明白，真的不好意思。